上次视频砍头的蛋雪开始冒出新芽了，上次有小伙伴说是东北人，这就不变了，都是便宜国货，商家乱卖图个啥呢？只能说没养出好的状态。回正题，这个小家伙求生欲不错，这猪也发现了好几个芽点开始生长了。元旦过后再入了一些娃娃。